在太阳底下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好玩的事情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觉得还挺好玩的。很高兴可以来这儿参加这个音乐节，因为这儿有全世界太多的乐队能够来这里。我们可以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。I like that. You're kick ass. You had an awesome stage presence. 就上去的时候还没觉得我在上边，但是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在上边。这就是我们的世界。